这是纪明聪的孩子。你好。你好先生。请问傅唐女士住在哪个房间？请问您是哪位？哦，我是她的家人。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平时比较忙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是这样的，她是我的太太。看。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先生，我们下班了，你想探视哪位，请你自己联络吧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带你一块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去哪玩？动物园。去动物园？去动物园看谁呀？猴子。嗨，猴子，你是小猴子吗？我是猴子，我是小猴子，我要爬树。你要爬树啊？你很爱他吗？我也爱你。这是纪明聪的孩子。我说的是真的。Thank you.